微微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好路过。刚好路过。你看我这董事长当的，这啥东西我都看不懂。眼看人家盛华集团正在疯狂收购我们两家公司的股票，我却一点对策都没有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两家公司都得完蛋。哎呀，要是有个人能帮我就好了。看来你需要个助理啊。你不会是来帮我的吧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先给我哥打个电话。你还是比较需要你哥，不太需要我。哎，微微，谢谢你啊。你要谢就谢你哥，是他让我来帮你的。不过我要约法三章，不准在办公室跟我谈感情，不准影响我私生活，别以为跟我很熟就跟我套近乎，不然我可说走就走啊。你放心吧，我这个人公私分明。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凌霄，董事长，这是我的分析报告，你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他会不会通过这次机会表现一下呀？明白了。哎，微微，你把这些资料也发给其他人，让他们一起出谋划策。好啊。董事长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不如早点回去休息啊。事情还没有完呢，你先回去吧。你真的不用等我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啊。微微，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既然你是我的助理，该跟我一起办公啊。啊，这不太好吧，董事长的助理都是在外面办公的。别人是别人，我是我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就该执行特殊的政策。你这个董事长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啊？人家可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哦。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。
你在乎吗？办公室是用来办公的，不是用来谈情说爱的地方。你放心吧，我给你保证过。好了，我们开工了。谢谢。你干嘛坐我的位置啊？啊，你的位置在那儿。你懂得比我多，我得向你多学习。坐。哎。啊。你还愣那儿干嘛？坐呀。哦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谁啊？我哥，他找我有点事，我得出去一趟。有事打电话给我。哎，哦，这咖啡还是以前的味道。你说的意思是把赵氏和熊大合为一家公司？对，这样重组能最大化稀释申华的股份，而且可以申请停牌，以此拖延时间。申华收购我们的资本都是借来的，如果多拖延一天对我们有利。好想法，可是以后怎么办？赵氏和熊大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。你考虑的问题我也考虑过，赵氏董事会这边不是问题，只是关于这个想法我还没有告诉我父亲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去找他谈一谈。好，那我也去见一下我爸，听一下他的意见。好。中午吃什么？煲仔饭怎么样？好。服务员，请问你点什么？煲仔饭。我早就有此意了。陈楠真是目光卓越啊。哦，对了，公司合并以后，董事长和执行人谁来担任啊？我们觉得在您住院的这段时间由赵振南担任。这就对了，我一直担心你们哥俩能争起来。小的时候啊，你们兄弟俩在一起争玩具啊，争书包，长大了又在一起争女朋友。我是真担心你们俩在一起争这个董事长。爸，管理公司非比寻常，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怎么会乱来呢？儿子，你长大了，成熟了。谢谢爸。没事没事没事。